我就把它放在第13页，就这些。OK 啊，如果你打字慢的同学啊，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五个单元的第13页这边哈。那最后的话，我希望看到结果是什么？国文最高分是谁？有点类似像这边，国文最高分几分，空一格，姓名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以前的做法是这样的哈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第一次想到的哈，是用什么？用逻辑判断，什么逻辑判断呢？比如说国文嘛，国文是 B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边宣告，总共会有3个变数，一个是 B 底线 max，这个是变数名称，B max 指的是国文最高分，C max 指的是英文最高分，D max 是数学，就啊预设值都是等于零，啊一样了哈。如果你要宣告初始值3个变数的话，那你可以串成这样子，哎，跟刚刚有不太一样哦，特别说。刚刚是4个串列，就4个冬瓜啊，这边只要一个就好了，啊，串列因为是个别独立的啊，这边是全部可以串一起哦，那还有呢，它的名字叫什么？所以用什么名字？用自串啊，空自串哦。那我这个方法哈，必须用逻辑判断。如果现在抓到的这个分数哈，如果比什么呢？比那个原来零分还大的话，那就留下比较大的，反正就是比大的，先抓一个来比，就一定第一次一定会留下，不是？第一次跟谁比？跟零分比嘛，他一定会比零分高嘛，除非他就考零分，哦，那不然的话就一定比零分高。那再跟第二个人比，哎，有没有比他高分？有的话就留下高的。所以哦，这个写法的话呢，最后都会留下最高分的，然后是谁也会最后会留下来。哎，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写法，有没有？但问题哦，一个只要有一个栏位就要3行程式，一个栏位就3行程式，而且还要各自建2个变数给它。可是哦，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，哎，看到有一个函数啊，叫 index 啊，有点像是查询函数，比较像是什么那个 Excel 里面的那个什么 match 加 index。2个函数的综合，那个好处就是说，我上面这些事情都不用做了。OK，也就是说哈，本来我要建6个变数，加上3个逻辑判断，这边国文嘛哈，英文，然后这是数学。那如果我不这样写的话哦，我跟各位讲另外一个方法，另外一个方法怎么写，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最高分。都刘小华了，我刚看一下，哎，这真的刘小华。那我怎么知道谁是最高分呢？那写的方法特别注意哦。哎，我这边哦改国文最高分啊，底下都一样。那写的方法特别注意哦，最高分是谁？那我们刚刚讲过，你可以打一个 max，有没有？然后跟他讲说啊，你帮我抓什么 B 国文里面最高分，帮我怎么样？哎，帮我算就是。抓出来，那最高分应该就可以抓到，好像是80，是吧？80分，OK，好，没问题。但是是谁的话呢？这个地方是最难的，是谁？哎，那特别注意哦，是谁？那首先第一个哦，因为名字哈，最高分的那个的名字一定在 A 栏，所以冬瓜湖。但是我不知道说它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。所以啊，后面的地方哦，关键地方就是，那我可以找，怎么找？哎，用 B 点后面有个 index 函数，这个 index 做什么呢？就是帮我找一下，找什么呢？刮胡一下，找什么呢？找最高分的那个位置在哪里？有没有？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帮我找到最高分那个位置，那跟它同一列的位置呢？就是姓名的位置了，所以哦，有点像这样吧哈。如果我们用那个，这个地方我来类比的话哈，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这边哈。我们比如说学生成绩，有点像，他就往下找，找到之后最高分在这里对哈。那他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因为他找的话是这个串列的位，找到第一个嘛。那第一个的同样的 A 的位置。就是刘小华，那他就把刘小华这个人的名字给带回来了，哦，其实就这样的原理而已哦。他写的方式哦，特别注意哦，你就把它写成这样子，A 的怎么了？有没有？特别注意哦，A 第一个哦，
A 的什么位置？不知道对哈，你可以用 B 去查，查什么呢？查这个哪一个呢？最高分的位置在第几列？有没有？那带回来之后呢，它刚好在第一个位置，所以呢，它里面哈就刚好放第一个位置，所以 A 里面的第一个位置是谁呀？然后就是什么？来帮我把什么那个刘小华这个人的名字带过来，有没有？那这样的话，这边就出现刘小华了。OK， 啊，这一样的道理啦，啊 ，max C max D， 那里面的话呢，就是什么 ？A 里面的 C 的最高分，那就是 C 里面帮我找找看哦，哦，找就 index， 找什么呢？找那个 C 就英文最高分的 max C， 所以把那个 max C 哈、哦、放在这个 index 里面，这样就找到了。OK 哈、哦、啊，这个数学最高分一样的道理，啊、哦，应该可以懂这个原理原则吧？啊，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哦，那刚刚我们做的那些逻辑判断都不需要了。OK， 不过哦，但坦白讲了哈、哦，刚那个用逻辑判断是比较好理解，可是它缺点是什么？你要多写很多程式，对吗？啊，用这个的好处就是说。它非常的简短，可是缺点就是哈、哦，你要理解 index 的使用方法。OK， 那、啊、就看各位了哈、哦，反正最好是反正你，至少会用一种，你不要，所以这个方法如果你忘记了，至少你刚刚那个方法要会写。刚刚那个方法一样啊、哦，我也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，就在这里。OK 哈、哦，这个最高分的人的分数跟名字。变成说要必须透过逻辑来做，啊，如果你不透过程式在这边哈，如果你不透过逻辑来做的话，那你就要写成这样子 ，OK， 好了，画面再还给各位哈，两个方法，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其实跟那个在 Excel 里面做的事情也蛮接近的，只是说呢哈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必须用程式来完成，啊，没有办法像 Excel 啊，可以直接呢。看到做完就可以取得你要的值了哈、哦、，OK， 试一下这部分哦。